身为一个小孩，感想是我必备的工作喽。很舒服。哇，很舒服吗？这棵树，真好，好价钱。我砍喽！砍！砍回来！我砍喽！从中间砍呐、啊！顽皮啊！啊啊！我的石头！你干嘛要这样？我要带我的老师出生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卡卖的啊，我要定了，我要做。